小姨子，家父我俩，你怎么赶紧走啊？那志豪，你赶紧能走吧？你得帮忙指着。我来帮忙，帮着小干了。妈，剪刀拍一下，给你妹妹买吃饭的椅子，不是她刚要抱的。回家了，今天。叫小强坐着上面吃饭。我想我和你住着吗？哎，这住着吗？你抱着呢？你不抱着你人吗？嗯。来，哎呀，这哥给你吃哈，真是哥哥是吧？不一样的，一个拿哪个，一个拿这个，是吧？不一样，别拿乱了。账号，我给他补上了。那是喝酒的是吧？怎么搞的？那个叫豆腐。这得有卤啊。对，吃的它得那个啥吧。你上上。吃也得有啥吧。问饼子上。也得有啥错吧。哈哈哈哈哈。出去吧。给它长上那个什么。对。你得先鼓鼓人。怎么卡住了？那个能卡住了吧？这个好像这样卡住了。你买个新梯子。啥卡上的？哦，这边有骡子吧？这边哦，骡腿一点的。按住底下那个坎儿。好了。耶，可以进来了。高兴吗？你可以去啊。啊，对，这个也可以去了。啊，长得细细的。对。好了。你买了没？给你哥买，你哥给你买。他说你跟他哥哥说，你妈妈你也没给我买，你们大孩子你买。以前都不新，现在都新了。小孩子都念什么东西都有好的。你喜欢这个啊？那这个颜色好看是吧？你别往出上，不出上为啥？它一弄就出来了。嗯。